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啊？嗯，复古的青春校园爱情片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就我本人饰演的林真心，他是一个男生经过都会想要忽略的很平凡，不要说他丑啦，他就是比较很平凡的一个少女，然后跟一个街头小霸王，还有校草，还有校花的一个爱情故事，这是预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预习，有点像是那些年的感觉。对，女生版的，对，里面有出现，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女生在追求的很多的偶像，我的刘德老大王，老大是萧大陆吗？你可以成熟一点吗？恋爱在先行时，会有一只飞在前头的顶对压控制飞行方向，如果顶对压越飞越慢时，艳压艇竟然会 A 发出叫声鼓励领队 ，B 前队超车换压领队。可以讲得清楚一点吗？听不清楚这边有有有有很清楚。怎么好？没有没有 A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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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是 A 来啦，来啦，对啊，来啦，我们三个长多像。对，你看一前一二三 A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有问题，全队超车。对，我刚刚也这样想。全队超。鸭子领队可能很厉害，可是鸭子可能有像我这一种。重点是，如果他已经飞得慢，我更累，我怎么可能全队超车？你傻傻的，你知道我在旁边看他飞慢了，我一直往上挤，他就补，他队形就补上来。而且换谁领队？对，换谁领队？一定在旁边的。姐姐，我们不要理他，姐姐。来，瑞瑞跟露露为什么选我？我同意，因为动物，我觉得动物就是一个比较会动物的本能，对啊，本能的，真的。拜托。答案是 A。对，你吃辣吗？喝。辣，我昨天在减。是不是？因为漂漂亮亮的女生，难怪你乏人问津，你知道吗？他在角色里头。你先放学以后来，不是？黄鱼是体型最大的鲟龙鱼，黄鱼。那么内地它叫鲟黄鱼啊。那么刚刚也提到拿来进贡用的啊，一般要到20岁它才能够繁衍后代。这个时候一只体重超过100公斤的母鱼，竟然 A 可以产75万吨的鱼卵 ，B 有75公斤的鱼卵，请问 A 或 B？你刚赢对不对？还有继续你。对对对，真的啊，你可以克胸，不要怕他，不要怕克胸，不要怕。克胸。剪刀石头布。好酷！我要出布哎，我要出。Oh my god！ 临时改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随便派我妹妹就打赢。很难猜。超过100公斤的母鱼。70万颗啦。哦，75万颗哦。哦。75公斤鱼卵是夸张的，七十五万颗鱼卵。感觉比较合理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好，合理还是夸张？我现在合理，合理的是75万颗啦。好，75万颗，我支持你。B 好 ，B 好。因为如果今天不夸张，他不会拿出题目啊。哦，也是哦，你们那个如果以工作人员的角度来思考的话，75万颗鱼卵，我不讲想法，中间三位。谁选择？我选择。到我这边来。100公斤，你也选这边。大哎，瑞瑞。可是工作人员有改啊。75公斤鱼卵是不是有点夸张啊？你也到这边来。哎，对耶。乌鱼子它的专门做乌鱼子，所以它一定要量要很大。好像是75万颗，因为鲟龙鱼好像是在黑龙江那边很有名。做鱼子酱，鱼子酱，专门做鱼子酱。而且它的小黑黑的那个其实是很小很小的。我的话，我会想选75公斤。75公斤很有点夸张哦。答案是，恭喜乔答对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样？也许要把很娇嫩的，麻烦你动作细柔一点，捞鱼啊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你适合学菜。可以哦，我会看爸爸做菜，然后就会在。爸会做菜。对啊，家里是爸爸做菜，不是妈妈做菜。你是吗？他们家也是啊。没有，我当然是妈妈做的。好，那现在这里头了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爸都去你家做菜。我说你知道真相了，难怪我想到不是妈妈做菜。难怪每次爸爸都是吃完饭以后才回来。人家都约在家做菜。
真相终于大了一个吧。是的，没错。来，那一点点的玉米淀粉啊，玉米淀粉。好。真相终于大了一个吧。对。再度啊，捞鱼捞鱼捞鱼，笑不得。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方法，能快速判别寻龙鱼的性别，竟然是 A 验孕棒验尿验雄验雌雄 ，B 超音波扫描看子宫。猜赢就赢了，猜赢就赢了，猜赢就赢，猜出。谁加油？剪刀石头布。你有在哪里？你有在哪里打工吗？没有，他年纪还小。有些地方不能去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好像是 B。哦。为什么用超音波？不是，重点是子宫这件事情，它是。它是胎生鱼。等一下，我冷静点。因为它在水里尿尿，你怎么弄它的尿啊？验孕棒最快啊。这倒是还好，但是。我这一池里面。他一定在做区分吧？这题你选吗？对，我选。我原本是想 A 啦，好，就 A。右边验孕棒。对。比较不应该问他，因为比较简单啦，因为鱼子他用那么多的动设备很难。不知道他刚那个多了，他刚那个多了。我天哪！我要换回来。他刚回头说我不应该问他的时候，他一回头这边在笑。三位，请选择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那么挣扎，你就去那边，不要跟我在一起。对啊，去那边就去得到啦。这一次如果你对了，那表示是王大陆的问题。对，一样意思吗？一样意思嘛。好吧，还是你要跟我。其实没关系，你反正你干嘛那么只要一块就对了。对，一样意思啊。你这边哈，那你就。但是如果是你对了，我就都是他的问题了。对，好不好？一定是。对。而且我好像看过这个新闻，是不是？听过这件事，对，我听过这件事。验孕棒会看出性别吗？验孕棒不是，你要重点是你要等寻龙鱼尿要多久？对，他不是人，他不是。不要又在想这件事，他不像我去产检就能尿尿啊！你不要一直动作。我们是美食节目。答案是，答案是 B。吃完了，这样子，等一下我可以分你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两个，他刚刚讲，如果我们平手的话，对分。真的可以对分。好好好。哎，真是鼻酸呐！为了要跟我对分，全部都要吃光光，你看看。哇，你们说要七跟八，哎，真的好精彩。好了，你们的输的含着香蕉，把这个戏给介绍了，来。Oh my god！ 你的时代，嗯。然后8月13，7月。嗯。非常好看，然后内容很充实，会给你2个小时的欢乐，还有感动。我是少女时代，8月13号，希望大家喜欢。